这个等一下喂给鹅吃，给向天哥他们吃。在超市这么一把就要1块钱，我去卖大蒜算了。泡个酸萝卜试一下，来砂糖，你说放冰糖，但是家里没有冰糖，就用白砂糖代替一下吧。嗯，知道。再摆成个你听听。嗯。妈妈，嗯，现在有个爸爸。嗯，不用给。